我以前跟他讲很可惜啊，但是问题他的决定他要去，我们没办法阻止他。其实啊，每个人都会面临一种选择啦。你如果到大陆，就是要好好待在大陆，你不可能两天飞来飞去。目前为止，我看到没有这样成功的艺人啊。演出来的白色旗那几块的。Yeah! 暖男瓜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Yeah! 关心一下董哥的状况。董哥怎么了？董哥怎么了？他卖水饺赔钱，然后现在又加入电商。哦，做生意总是有赔有赚，说不定他电商就起来了。因为他之前有说他可能就回不去大陆了，然后网友就说他当初应该要听瓜哥的劝，好好留在台湾发展。其实啊，每个人都会面临一种选择啦。你如果到大陆，就是要好好待在大陆，你不可能两天飞来飞去。目前为止，我看到没有这样成功的艺人啊。你要不这边飞一飞，这边飞一飞，那边飞一飞，最后都没消息了，对不对？你要不然就在那边常住，你要不然就在那台湾常待，你不太可能两边都要站稳脚步，因为大家录影时间也不一样，你又不能为了全你一个人事情全队在等你，或者是因为大哥要去大陆。要录四集哦，你集中在一个礼拜录完，那大家都很痛苦啊，制作单位也痛苦，节目品质也差，你就好好待着。如果真有心要去大陆，你就在大陆长期待着，像刘畊宏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或者是以前的李立群、方方，对，他们就住在那边呢，是各有选择嘛。你会觉得他很可惜吗？离开大吉的这样子。我以前跟他讲很可惜啊，但是问题他的决定他要去，我们没办法阻止他。